在这个宇宙之外，一定还有无数个同样的宇宙，包含我们所有可能性的集合。我送你搬到啥？派人送来的。这么可爱、啊！我不喜欢狗，让我爸拿走吧。赶紧会吧。我不喝牛奶。我喜欢上你了。这样，我们没有完成的事儿，就会在某个宇宙里被完成；错误的选择，也会被更正。让他把操心，你把亲哥。